别人拿这是那是打头了，那是打头了。你在这边的时候，你没有时间先转身了，是不是？先保护头。所以在这边的时候，这个怕这边这个先了，晓得吗？你的力量是这个先，你的力量是头来，这个先把你的身体带过来。所以这个力量要够，你看这。往上钻，往这里翻，这是属什么宫了？已经是离宫了。离宫了，这已经是离宫了，已经是丹凤朝阳掌了。这是不是丹凤朝阳？是吗？往上钻，钻得进嘛？啊，所以不要做成转过来才伸手。晓得吗？丹凤朝阳的劲要出来，一翻啪就劈了。所以是你这个地方，人家来，后面一有威胁，一翻身啪就劈了。这里就劈 ，sorry， 被这个打到。好了，可以了。这样懂吗？所以一翻身，身体带过来就往前压，就落身了。啊，一落身往心眼这边一，他一让，啪，就是心窝，听懂吗？这整个就是丹凤朝阳式子，整个，啊，属心的，啊，这边也是一样，穿了过来，这，啊，落脚，还是心。还是打胸，还是进，还是离宫，还是离宫。下面二郎当山还是离宫，知道吗？你看，他这边一走，爸，这是不是这个进？还是往上走吧？这个打腿是不是？啪啪，这个是这个进，有没有？一拿一翻身，啪，这个进。这边，这打还是心，还是心，还是心。所以这边下来以后，两个手要这样走哦，下来再走，一起上来，不要往后拉，一起上来。这个手从下面一起上来，你不要，我不会打，从这边一起上来。这个手从这边就开始，从这里打到这里，打到这里。把心从他嘴巴里打出来，可以从下往上打，这样子，所以不是这样打，晓得吗？是这个手是啊，这整个上来，所以这个手肘要往前顶，手肘在这边，这个在这边，这样懂吗？所以霸王敬酒的事，霸王敬酒嘛，就你一定要喝嘛，是不是？他不管你嘛。这一拳我不管你怎么样嘛，我一定要你喝。霸王敬酒啊，这样懂了吗？这都是属于离，都属于离宫的啊。